好棒！你先把手套给自己戴上了啊。开始了。哇哦！给我请坐啊！哇哦！大家好，欢迎来到女子推理社收官之夜。 怎么的了？有非常多的流程。到这一刻呢，我们六个在这个1111新媒体公司的卧底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那我们这一次卧底呢，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啊，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惊喜和惊吓哪个先到？但是，哎，我们六个凭借自己聪明才智，命硬，以及勇敢和黑暗势力做斗争的这个勇气啊，终于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让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三班岛上相聚了。嗯，对，下一次要去另外一个宇宙。是的，是的。 所以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吃的，大家可以尽情吃喝。可以开始了哈。嗯嗯嗯嗯。能吃吗？谢谢。啊。 然后我们今天呢，为了对这个三班岛做一个告别啊，也是准备了一些小提问和小环节。嗯，首先第一个环节是，哦，关于我们在这个1111有什么深刻的回忆？老多了，在这个岛上确实经历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以前挖过尸体吗？没有吧？我的妈！以后也不会，希望以后不会。 这里呢有六个提问啊，关于我们对什么什么的。第一个问题由张一凡同学，你抽一个，然后回答上面的问题。OK。最荒唐的事儿吗？哇，超多，超荒唐的。最荒唐的事情，我觉得挖尸体最荒唐了。来。 小心点，小心点脚。哎，等等等，这是鞋吗？太荒唐了！中毒不荒唐吗？喂，教练来了，教练来了。啥？兔子乖乖吧。别杀我！我站队。中毒了！ 我们感觉现在接受度变高了，都没有觉得很荒唐的事实。我真的吗？你成长不少啊，但我觉得最荒唐的事就每天就是那种不期而遇的惊吓。啊！别！ 我吓得是惊的。好，我来看一下啊，我抽到一个最暖心的事情。 这个数不清的，我跟你说，它挺多暖心的。太多了。哎，我第一个有一个暖心的事情，我想到我第一天录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相当于产后刚复出嘛，嗯，也很胖，130斤的时候，然后我就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赵雨琦站我旁边，他就横竖里要把我这个包，要给我拿下来，他非要我拿下，我说不用，他说拿下来我来背，那个让我就是直击我暖了一下。 我做的这件事情吗？哎，你忘了是吗？我都没有记住我做过这件事情。<笑>你在太伤我心了，你做好事而不自知。我最暖心的事儿是每次我那个害怕的时候，然后我身边的小田同学，咔嚓就伸出一个胳膊，然后把我拉到后面去。啊！别动！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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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汤洛。
然后一开始是小田一个人这样，后来大家发现我是最胆小的之后，连张一凡都你上后边。我还回来吧，走了。张一凡也救了我一命，他那个上面掉下来啊，嗯，但是我是看到节目我才发现的，因为我被吓疯了，我才发现是张一凡拉的我，这段子王那个东西下来，对，那是本能反应，更暖。他很害怕，他马上看我站在那，他就去抓我去了。但是这样想就是，屋顶塌下来有张一凡顶着。天塌了，有个高的顶住了，我们就靠你了。来，小田抽一个，我抽一个，嗯，看一下。啊，最憋笑，我最憋笑的一次就是跟雨琦吵架的那一回，那个是又荒唐又憋笑。就是因为你看我不顺眼很久了，是不是？一个口红，一个色号。很多大家很多女生都可以用，那你为什么就觉得是我用的那个色号是我偷的呢？你那口红怎么跟我的能比吗？一样的色号，你就是喜欢那谁送我那口红，我跟你说，就因为谁呀？你说谁呀？谁送你的？而且我用这口红色号的时候是我先用的，他偏偏要说是我偷的，我先用的口红，我来偷他的口红色号，我图点啥呢？我跟你说，张雨绮不可能全世界只有一支口红的。我就是觉得他为什么老针对我？我并没有针对你啊。找到了，找到了，别吵了，有意思，你们都别看一看。我那个手啊和我那个大腿都已经快把自己掐烂了，刚控制好自己情绪，然后雨绮说：“李一桐就请拿我口红，因为这支口红全世界只有一支。”但是我那个口红色号就是全世界唯一特定的。而且我发现小雨姐在吵架这种场面入戏贼快，抓一秒钟拎着我就出去了。哎呦，还有今天雨琦姐那个假装跟季如布吵架，我也憋了很长时间。为什么每次找你们工作问题你们都不解决？现在电脑又坏了，我们又连不上了。每次我们的总监过去找你们都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你们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吗？算了，只有你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吗？你会觉得有那种吵架没吵赢，重新想再吵一次？他不可能，那不能有，应该不会吧？我是现在说的是吵架没有对手，没有人会吵，对，没有对手。哎呀，三个，你们仨一人一个，抽一个，抽一个，抽一个。最烧脑，同志们，最烧脑啊！烧脑的时刻也太多了吧？勾股定理，CPU 都够烧烂了 ，CPU 没有之一。难道是勾股定理吗？难道是？那可老厉害了。来，勾股定理。勾股定理这是名场面。勾股定理。拆弹也挺伤的。我现在手里有一堆五个字母组成的这个组合，有49种组合。我们没有12个黑点围成的圈的图形，直线距离不足5米，啥意思啊？哪个是 C 呀、啊？我这看不清楚，这是啥呀？我根本看不懂。应该要怎么说呢？哎呀妈，这可太费劲了。不对，错了，不对吗？前面所有的信息清空啊，我们重新开始说。我再来一遍啊啊！再来，我知道了。可以了。哎呀妈，太吓人了！天，这是5秒，我这裂开了。太崩溃了吧 ！T 哥，你跟彤彤一人一个。好，那你分一个。好。嗯。我的妈呀！你的是啥？最恐怖。最恐怖其实是那个康复中心、嗯、我还是觉得哇塞、嗯、太可怕了、嗯、那个比挖尸体其实还要恐怖。站住。 Hello 我们在哪里？这个帘子是什么？完了，我就浑身冒冷汗，我经不起惊吓。哇，真吓人，可真吓人啊！我不行了，我要吓死。妈，怎么冒着阴风啊？我腿儿了，我懒了。它整个大环境让我们真的一直心提到这里。而且其实，在公司里吧，咱都有个数，心里那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我觉得那个后劲儿还挺大，真的。雷彤，你是啥？我的是最团结。啊，我这个有哪个？
就是我们有一次就是很晚，然后我们去外面找线索，然后大家一起唱歌那个。哇，前面是有那个亮光吗？那个红彤彤的，太恐怖了，我太害怕了。真的。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这是我们迎接委托人的一个独特的仪式，壮胆仪式。没错。我们一直都是最团结的，而且这个凝聚力是天生的。就从这个节目开始录的第一天，我就说，很少有节目是不需要这种正式自我介绍的，嗯，然后不需要跟大家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热的一个过程。你们为什么是这么进来的？没有，我可以进去。就马上大家很奇怪的，就是好像。认识还挺久的那种感觉，就可以凝聚到一块了。这让我有点吃惊的。那我们其实这次在1111的卧底工作中啊，大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手机，我们拍了无数张照片，然后找到了无数个证据。据统计，本季推理团共拍摄物证1327张。记录笔记24826字，合照自拍7张，7张可以。我们哪有那闲工自拍？反正我是一张自拍都没有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拍。这样，我们其实可能大家有的都忘了自己拍过什么，对吧？让我们现在来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这6个手机不离身的人啊，都拍过哪些精彩照片。首先看看这是谁。这谁啊？哎呦，童姐。哦，对。哦，童姐她总是能拍很多我们根本不会拍的东西。对。然后在关键时刻做出突出贡献。现场有几个三分题？等一下，我现场有几分题？我最后拍了一下那个板，我看一下哈。哇，这个太厉害了，5个三分好像是题板上。M I H， 然后是一个，还有一个。等一下，我刚开始也有录，我看一下。M A T C H， 太牛了，太突出了。哟，这什么？关大柱。哎，我记得这是粉儿哥画的，是不是？他画的好多人，这画的，我觉得当时拍下来还挺有意思的。啊，简总监。简总监是我哥。简总监是我哥。上部长。上马是我永远的姐。怎么没画我们啊？啊，他只画了部长哈。你真的想让他画你吗？看看下一位是谁。这是谁拍的呀？雪琴啊，这是我拍的。你拍的我哦。好，这什么东西啊？那个跳舞拉拉操的那个，拉拉球，拉拉花。你看那个就像一个外星人一样，就感觉他在玩。嗨，我以为你在拍我。没有，就是你跟外星人玩，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很伤心，主要是拍那个。不是，主要是雪琴这样就是在。好的，看出来是一个非常仓促的抓拍，看我这个姿势。三星。这是。啊，这是大家那天那个在疗养院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云。你们看，这天是粉色的，真的，好漂亮啊！什么？紫色的，好漂亮啊！拍一张吧，拍一张，是一个好的预兆。紫气东来了啊！紫气东来，美，好漂亮！那天的天空特别美。你让我们聊一个，就这样的。那边的那个地方，就这样的。那个时候还是美好的，那个时候已经不好了。天一黑就真的不行了。对，恐怖之前最后的美好，紫色的云。哦，西哥，哎呦，顺利当上总监。这头发怎么了？那是怎么？好飘逸。经过公司高层集体商讨决定，直播部职员戚薇认真负责，能力出色，从2023年5月13日起晋升为直播部总监职位。哎呀，还是跟毕总，我的天！哎呀，哎呦我，这谁拍的？我拍的。厉害！什么多多？多多中毒了。你们稍微往后散一散，空气流通一下，往后散一散。他是晕倒了吗？还是？安全！哎，我在。叫医生，快去！好。你别出事了，多多。拍了一个，每个人都非常在状态。就是我们这次的，我觉得演员是很厉害的存在，真的很厉害。他们每一个人虽然有些戏份没有那么多，但他们表现的都特别尽力。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很值得我们给他们点赞。
哦，一美，量个子那天。哎，一美姐，你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拍个照片好不好？在那边合个影好不好？啊，好呀，好呀，好呀。OK， 来。嗯，就第一天第一个案件。对。哦，就是莹莹电脑上面那个反光镜，它安在那里的。嗯。我觉得它四周围可能会有很多我们没有探究过的东西，因为这个镜子一直在，所以我想看看它到底照在哪儿。刚好坐在那个位置上，照的就这地方，然后所以我就拍了这个视角。嗯。这是一凡给我的那个芒果片。还挺好看，像一个小圆筒。因为咬了一口，就很像那个冰淇淋的感觉。哦，难得的自拍还是一半脸。妈呀，对，就是。这是你刚刚紧急拍的啊？紧急拍，你看呀，你看，居然还有里边还有几张，还有一凡给我的这个小蝴蝶呢。哦，今天呢？对，我还特写了一下。可以看出非常之紧急，超级好吗？刚刚拍的，这是哦张一凡的吧？嗯，我拍电影赞，但是这张图非常的炸裂。我为什么拍这张图呢？你们要仔细看他右眼的下睫毛，怎么了？再放大一点。咬坏了。然后是昨天在跟他聊着聊着，我就觉得他下睫毛那里老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后后面一看拍成这个样子。还好，且这你假睫毛开了，你帮我弄。他在维持他人设，就是他的人设是非常什么高冷，完了不爱跟人家讲话，酷酷的。酷女孩的下睫毛，酷女孩下睫毛开了。然后这是那天我们一起发现那个，粉红色的天，好好看，难得的治愈。我那天我都没有心情拍这些，吓的，他想钻进土里，五行钻。哦，这七哥眼角，不用，哎呦，这眼角偷拍我，可能痒，可能酱特别好。主播种类单一，我们可以引进明星主播，这也是我们与其提出来的一个想法。也是啊，像话吗？他那是偷偷拍了你。情人，他承认过提包，那怎么回事？哎呦，这是在自拍，在车上有张自拍，我们在后面一起吃棒棒糖那张照。为什么没有我？因为你在旁边坐着。李雪和李雪琴。怎么回事？问自拍开始了呢？怎么回事？哎呀妈呀！哎呀妈！这就叫上班时候不干工作，美好的记忆，可爱。哦，这是我的，我跟那个墨宝合了个影。啊，你跟墨宝合？因为我非常喜欢他，我看他演那个电视剧，什么特别《天才基本法》。那里面演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男孩。然后我终于见到他，就跟他合个影。墨宝。还有一张，这是我拍的那个剪三连，太漂亮，姐姐。我拍他给他腿拍挺长，主要是你看我这个构图，显得他腿贼长，角度角的好。嗯。好记得吗？这个是那个谁的头像，三美的头像，很可爱。好可爱，喜欢。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所有的谜团都已经解开了。然后这个环节呢，希望大家能够进行一些脑洞，因为我们平时在讨论的时候呢，经常有一些大胆的、离谱的、一点不沾边的想法。然后今天我们来打破已有的这个既定的事实，然后进行一些猜想啊。第一个，如果吴哥没有被赵八哥反杀，会怎么样？李彤会很高兴。我是什么时候加上分的呢？就是我跟雨琦吵完架之后，笑了。他本来是一种每天都是那种冷面，你知道吗？对着我妈，他又很凶，声音贼大，每次都是吓得我们，贼害怕他。能不能小点声？好，对不起。怎么那么多人带你我们办公室里出来了？你玩我呢？啊？那天就是突然间坐下来，语重心长的为我们劝操心你们的事儿哈，好好解释啊！谢谢，
谢谢，谢谢吴哥，辛苦了吴哥。我觉得哇哦，这么凶的一个人突然好暖，我说铁汉柔情啊。原来你是吃不消铁汉柔情。铁汉柔情这一套吧，可能是。下一题，如果抑郁老爷爷没有遇害，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强辅助？那必然是吧，他必然是啊，他真的给到我们很多的线索，指引着我们。其实桥，所以这个是陈拉拉的位置。而且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正义的，对，很正义的人。下一个，如果上部长不是真的戴明，结果会如何？哦，如果上部长不是真的戴明的话，那戏份不会那么多。他不是戴明，墨宝就不是他的孩子，他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嗯，下一题，如果莹莹真的是 AI 会怎么？哇，那太精彩了！我真的一直觉得莹莹是 AI。我昨天还推测，你知道吗？我跟他说，莹莹会不会是终极大 boss？ 他在那装，然后把我们引下去，一网打尽。这个反杀太厉害了。那你这人太精彩了。我之前想，莹莹是不是程拉拉来着？就是程拉拉的记忆植入成到一个 AI 里面了，是吗？对，因为每个人过来都说必须跟他打招呼嘛。就是这个节目其实还可以再离谱一点，我觉得。把世界观拉大，我觉得。对，拉大。刚刚我们在回忆印象深刻的场景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很多我们的亲爱的同事们。嗯，下面我们就请我们这些最优秀的演员们，我们一一的好同事闪亮登场。哇，欢迎。Hello， 欢迎姐。欢迎粉哥。欢迎安全，欢迎莹莹。请坐，请坐，后面有吃的，有吃的。白兔。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同事们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仁丽。绝棒。所以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真实姓名叫张瑞平，也可以叫大瓶子。大瓶子，欢迎大瓶子。大瓶子棒。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粉儿，然后真实姓名叫李建云，对，李建云，大云子，大家好，我是安全，我的本名叫徐门子，大门子，好。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还是这样啊，救命！完了，改不掉了。大家好，我是莹莹，然后我的名字叫白醋。白醋，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各位演员，请问你们平时生活中跟我们节目中的角色差别大吗？我是蛮大的，我是正常情况下我是话很多的人，因为我是做喜剧的，所以你隐藏起来了自己。对，这粉儿哥这个现实生中也是溜须拍马这一块。哎，没，赶紧为自己解释起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来问安全啊，因为他俩是大学同学。哦，这样的。不能，他喜欢黑我，我小黑子。哎不，粉哥有成长，粉哥的一步一步，我们，走了几年，一起六七八年，不好。这个溜须拍马的功力逐年上升。莹莹呢？你平时也是这种吗？那不能。对，我平时的话可能会更活泼一点。我想问一下各位成员们。有没有对我们四位同事印象深刻的场景可以模仿一下的？莹莹最深刻的就是哦，涂口红，还有1234567，1234567，真的好像太炸裂了。1234567，太炸裂了。3456，信吗？真的好吓人。4456那段蛮好的。最好笑是莹莹配合你们那个讲直播。啊，我们1.99元，
不行，真的不行，迪欣太懵了。那我们要被亏惨的，不亏，为了我们的家人，莹莹，莹莹，莹莹，一块九，一块九，九九九，救救救救救我！您在旁边好像笑死我了，他无奈到爆，无奈好想下台。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大奖叫奥斯不喊咖颁奖礼，要颁给我们这个优秀的同事们啊。首先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机智反应奖，你们觉得谁会拿这个奖呢？月琴，不是颁给他们，颁给我。你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嘛，机智反应奖会颁给谁啊？机智反应奖，那肯定是粉哥吧，粉哥吧，我觉得是粉粉哥，粉哥。那我们把机智反应奖颁给粉哥，因为粉哥在溜须拍马这一块反应真的很快。我升职那一下，我立刻就溜须拍马。对。下面由我来宣布新任总监，戚薇，戚薇。哎，齐总监，来来，粉哥不敢呀。哎呀，别齐总，您您就，不不，我可以，小张可以替您跑腿，我帮你拿，我帮你。好的好的，您可以看一下，看还缺点啥，然后跟小张讲。好的好的，小张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好的，粉儿，你看方便帮我把那个咖啡拿过来一下。没问题没问题，稍等一下啊。哎，给您放这儿啊，您先收着。好的。缺啥跟小张讲。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张总，张总，哎，张总太帅了！哟，张总今天真帅呀、啊！哎，还没呢啊，别乱说啊、哦！嗯，你怎么还开我这辈子？在正常出席啊，好帅气啊！可以啊，我就想追粉哥，太帅了，太有魅力了。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像谁？像新郎官，像卖保险。来，那由戚总亲自颁发吧。而且粉哥压力很大，他就坐在我们四周围，离我们最近，所以你不知道时不时就会有一个什么会把他卡住。是的，压力老大了。建云宝宝，哇哦，还有建云宝宝，哇哦，恭喜粉哥。女子推理社寂寞嘉奖令，优秀演员建云宝宝。恭喜你获得由好好推理团共同票选的机智反应奖及一词奖，感谢该同学演我一整季，希望好戏不断，一路星光。恭喜粉哥！恭喜粉哥！恭喜粉哥！谢谢戚总监，谢谢粉哥，谢谢戚总监，辛苦了，你辛苦了。下一个奖项最有安全感奖，感觉安全，那必须得是了吧？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女子推理社寂寞嘉奖令，优秀演员门子老师，恭喜你获得由好好好推理团共同票选的最有安全奖。哇！阳光开朗大男孩，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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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里是什么情况？这公司就没有完全开不了的门？里面的人往后退。我们公司新装的监控。我带你们过去吧，上车吧。安全。上车上车，我刚看巡逻，想着你们几个女生也不安全，走回去了。有你真好。赶紧离开公司，这等会火我烧着了，快快快！快进去，快进去！我老大发火了，三轮车开过来，赶紧的，情况紧急，别问那么多了，力气大，我是保安，还得你呀、啊，安全。下一个奖项最佳反转奖，我建议颁给丽姐，丽姐肯定的，帅气爆炸，谁能想到丽姐是警局的卧底哇？
哎呦，确实，这个行，这个行，这个行。一直以为我们在卧底，原来丽姐才是真卧底。丽姐，我们第一天就怀疑她是大反派，结果人家是卧底。真没想到啊，丽姐。别哇。我是 HR 李仁丽，你们也可以叫我丽姐。梅雨季节马上就来了，记得带把伞。所有人放下手里的工作，以后再这样的话都给我收拾东西滚蛋。是不是都不忙啊？是不是都不忙啊？一定要加油，好吗？好，加油。公司门口，这里是公司的门面，你们都不要围在这儿了，好不好？这样影响不好。公司门口的这些事情，你们尽量就当做没有发生。记住啊，今天的事儿不要讨论，也不要外传，知道了吗？好。陈队。哇，丽姐好帅，好帅呀，丽姐。李仁丽同志，到，欢迎归队。是。丽姐是警察呀。女子推理社优秀演员大亭子，恭喜你获得由好好推理社共同票选的最佳反转奖！啊，恭喜！给你此奖，感谢该同学演我一整季，希望好戏不断，一路星光。哇！大亭子，下一个奖项，每天都想跟你唠两句奖。这个必须得颁发给我们前台的最美的爷爷，爷爷，爷爷啊！因为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不得不跟他唠两句。前台刘莹莹，莹莹，你是 AI 吗？我是前台。你们在干什么呀？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他的举动太诡异了，让我瞬间就起了鸡皮疙瘩的一个人。你下次不能这样突然出来。对不起。等等吧，我们一起去打扫卫生。这种事情就别带我了，别着凉了哦。嗯，盖小毯子了。你又变好看了。我们都变好看了。哇！啊！我的妈呀！我救命啊！我想要一个 wink 和亲亲。没有，莹莹不在啊？莹莹去哪儿了？我们的许莹莹不在呀、啊。那今天莹莹不在，她放了一个圆形立牌。莹莹，想你哦。莹莹，瑶瑶，瑶瑶，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们怎么来了？天烦了。看到你好开心，你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没事，我在，我在，我在，你搂着我，搂着我，你别害怕，别害怕，我来，我来当这个英雄。对，不用下去，可以吗？你放心，安全的，我们都守到你旁边啊。莹莹的眼睛是会说话的，长得太可爱了。恭喜优秀演员白素小明，你恭喜你获得由好好推理团共同票选的每天都想跟你唠两句儿奖。请你思想，感谢该同学演我一整季，希望好戏不断，一路星光，一路星光，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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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莹莹，白素。下一个奖呢是最催泪演技奖，我觉得应众望所归吧，应该颁给巨阿姨，对吧？真的，赚足了眼泪，那场都泪都崩了。你好好的活着，好好的过日子，有些没有，你妈的话，妈妈从来都没有骗过你。剧阿姨不在，我们就请其他演员老师带领一下。好，这个就请莹莹帮我们代为转交。下一个，老铁真的带入了奖，我们准备把这个
颁给所有的跟我们一起在111新媒体公司摸鱼的同事们，所有同事们，老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是最棒的。欢迎你们入职111新媒体公司。这位呢是我们直播部的总监，喊我小简哥就行了、好吧。哎，缺点抓手，缺少颗粒度。你们这个格式不对啊，咱们公司的 PPT 是有标准格式的。我对赚钱没有什么兴趣。欢迎光临，早上好，早上好。对，我叫方便，方便的方，方便的便。中国中国题，你们两个数字写的都一样。关了关了，我买。你玩我的？怎么了？啊，阿七。十年了，我的宝贝，妈妈真的好想你，我想要抱住他，他就消失了。爸爸，听话。爸爸，你我爸爸都是好人，小少爷他也是好人。我只是希望大家都活着。我有什么错？他已经原谅你了，康乐。我希望你回到最初的美好。很期待在下一个宇宙遇到大家。再次感谢所有演员老师们的陪伴与付出，这个节目因为有你们才变得完整了起来。来，你们吃着吃着，该吃吃，该喝喝。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彼此颁一个奖了。忙活一季也得拿个奖状回去，对吧？好，那我们你童姐，你先别吃了。第一个奖你颁发的，谁呀？好啊，来，我第一位要颁给的是。月琴，谢谢。我们其实在群里叫李雪琴，都会打成略写的略。略琴，我昨天还说，如果你叫略琴，我就叫略。略同，略同，我就因为我李雪嘛，然后我就叫略。略。哦，略老师啊，来吧，略老师。略老师给我颁一个什么奖啊？这个是略老师为略琴颁发的最佳锁王奖。最佳锁王，开锁王，开锁王是吧？开锁王还没把电话打，小广告都贴在自己家的门上。有困难找略琴。其实略琴真的这个家没有你不行吧？必须的。这个锁呢，不仅是开门的锁，就是各个关卡，好的，我们都很需要你。好的，来，我来。哦！哎呀，这样太棒了！这样，这你第几声？前面就是几？前面就是几？啊，那就是康乐九宫格，来吧，光头少吧。这真的是专业的。404，哇，1995，6701，我就又是我生日，我会，我感觉我会了。
哇哦！哇哦！六六六六啊，老铁！略勤是最棒的略勤，谢谢，但我打不开技术部的心锁。我最恐惧的男人。你们哪个部门的？我管你们是哪个部门的，现在请你们出去。好的，好的。他是怎么救的？修电脑的事儿，你找卖你电脑的人，不要找技术部。出来！不行，我不敢去，我那个人太凶了，我害怕。技术部太欺负人了，天天对我们凶。再见。你想打谁的心锁？我来给你打。技术部那几个，你挨个试一下。交给我了，谢谢。下一个是颁给一凡的。给他颁出这个大奖，叫做表情一大包奖。好，超大一包，巨可爱，就是我可以每一帧都可以解出他非常可爱的一个表情。努力，每天我都要第一个到，希望是顺利的一天。你相信光吗？我相信，哈哈，我相信。你来吧，你讲吧，不是你做的吗？按照直播的顺序把那个拆好放好，按顺序都放好。就是那个长得还可以的那个，对，很凶的那个。哼，我已经截了你很多了，真的。嗯，到时候回头发给你啊。来，小春。哇，好，下一位颁一下我的奖。我的第一个奖项呢，颁给张雨绮女士。哇，多荣幸！你将获得由社员略勤为你专属颁发的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奖。为什么？因为小雨姐路见不平一声吼。哇，就这么点事都做不好吗？是不是你们几个弄的？当然不是，看不懂东北话版的 PPT 吗？不是你做的吗？不是你调查的，你想的。把那个防火墙弄出来，真的是气死了，天天找我们事情，凭什么一鸣惊人，一听到什么活都不干，没了就是没了，就在公司没的，是你毛一毛一样的。是你现在又说不一样了。哈哈哈！嘿呦嘿呦，嘿呦嘿呦，确实非常能哄。谢谢，客气。下一个要颁给张一凡，为他专属颁发最佳女歌手奖。为什么？因为他每次害怕的时候，他就唱歌。大家好。我叫张一凡，给大家唱个歌吧。音乐起。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什么也飞不出悠悠的世界，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微风轻轻地吹在你眼中，我是谁？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住在小小的沙滩上，来来来来玩，数不清到底多少呀。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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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阳光开了的花，啦啦啦啦啦，上班
使我快乐，使我开心。小雨，小雨姐，小雨，我希望是好吃的热的外卖。好听，谢谢你们夸奖。大声唱歌，马上立正演的起来歌。谢谢。哎呀，丰收呀！太棒了。下一个，小雨姐。让我们看看小雨姐给谁颁奖。好好跟你说，田曦薇小姐，恭喜你获得由社员张雨绮为你专属颁发的胆大心细金刚芭比奖。哇！哇！你们敢相信她居然是一个练举重的吗？你别再说了。小甜来了，小甜甜，有铁少女。搂着我，搂着我，我。小田有点东西吗？啊！谁胆儿大？有人吗？哎，有人，就是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有一个尸体在哪儿？没有人，走，走。没事儿啊，我在前边，翻身走。前面。小田真的贼勇，居然敢冲到前面。孙权，咱得找个错法，我们快走吧。哇，小田头真铁，点我了。怎么了？去公交去看。是谁呀？他跑了，跑出去了，小田。快进去。小田啊，真有担当。都知道。接下去这个奖呢，我是要颁给我们好好推理社的全体社员的团体奖。这个奖就是善良与勇敢兼备的美女侦探团奖。可以，这个好，这个牌牌就是我们节目组啊，先帮我们收好了，好吧？在下一季的时候，希望你们好好的把它给我珍藏起来。谢谢。好，下一个张一凡，我来了。怎么还没有颁到我啊？七哥最后没你，心里多难受的。我下一季就没脸再来了。我这个奖靠你了，一凡，靠你了啊！七哥的心由你拯救。靠我什么？完了。我怎么感觉也没有我？我们两个回家吧。啊，我好难过。完了，累了，完了，我难过，受伤的心。表情，表情垮了。这个娱乐能不能均沾，就看今天了。水也是要端一端的，是要端端平的。跟我们幼小的心灵怎么经得受那么大的打击？你说是不是？名字是来不及改了。对，完了，压力太大了。现在我颁这两个奖是真的从第一期到最后最务实的两个奖项。哦，你说吧，你说吧，别扑了，越扑到时候越难受。快点吧，扑你别哭，不能哭啊。没事。七哥，对不起啊！我颁第一个奖是好好推理社成员略勤，恭喜雪姬，恭喜你由社员张一凡为你专属颁发的最聪明奖，这是我每期都会说的，这个家没有他会散，是的，是，谢谢，雪姬等了三个，我们还没。我俩，对，不能。下一个奖是那个彤姐，从第一期。七哥，做错了什么？这个超尴尬的。
忍不住不流泪呀、啊，这个掐了别播呀。七哥，七哥，七哥，我们回去都补上。我给彤姐颁发的专属奖项就是保护小凡奖，谢谢彤姐。哦，来抱抱你，别害怕。吓死！哎呦，好吓人！我起鸡皮疙瘩。我今晚会做梦的。你干什么？啊，怎么了？哎，我先看什么都。是你今天掉根睫毛。哇！我再去看一眼。当然是。别吓，别吓，别害怕。啊，还好你来了。一凡，你害怕吗？你害怕，我跟他去。彤姐。啊！别走，别走，别走那么快！我真的，我别怕，别怕。哎呦，哎，那个黑衣人。啊！谢谢，恭喜一彤。这样吧，我们先来看一下七哥给谁颁了奖。啊！我太难过了。来吧，七哥，你虽然你没有得到，但你可以给别人。没有关系了，没有。别吓我。虽然我没有得到奖，但是呢，大局观要在，是不是？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妹妹们应得的，好不好？我向颁发我给各位的奖项。来，首先第一个奖项，我要颁发给我们。女子推理社寂寞嘉奖令，好好好推理社成员张雨绮、李一桐，恭喜你获得由社员七位为你专属颁发的无可取代美丽与智慧于一身姐姐奖，竟以此奖表彰该姐妹整季的卓越贡献和温暖陪伴。谢谢，好感动，谢谢。小红姐，心里很难受，我承受得住。七哥给我们每个人都颁了奖，你别。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大家放轻松，我 OK 的，好吧？然后接下来的奖项呢，是要颁给我们女子推理社寂寞嘉奖令，好好好推理社成员田曦薇、李雪琴、张一凡，恭喜你获得由社员七薇为你专属颁发的无可取代美丽与智慧于一身妹妹奖。再加个你的名字吧。再加一个，哪有给自己颁奖？看一个上面吧。仅以此奖表彰该姐妹整季的卓越贡献和温暖陪伴，谢谢。那我是要给谁？谢谢七哥。不谢不谢不谢。节目到此结束。我承受得了。给到 OK 的，大局观要在。压力给到。你别看我。来吧，我还有一个希望吗？难道？我觉得，好好，我敢说话了，推理社成员李雪琴，七哥，对吗？对不起，七哥，恭喜您，我可以承受得住 ，OK， 我 OK 的，我 OK 的，可以可以。他有四个，有四个，你看。月经相关吧，是这样的，你合适吗？月经是这样的，我写的时候我是觉得一定有人给七哥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也是一种默契。我承受得住啊！我都这么想，就所以我写了个团体，我都没写他。为你颁布专属的成长快乐奖，谢谢我，我填了，感谢感谢。嗯，还是有期待。好好推理社成员，好好推理社成员，怎么还没有颁到我？七妹，七妹，
是救命一样的奖呀。然后恭喜你获得由诗人田曦薇为你专属颁发的超爱上班奖。谢谢。因为就是这个奖吗？因为他作为我们，因为他实在没有奖可以拿了。不是，就是顶梁柱。然后他不仅是在这个班上的很认真，然后他平常的工作都特别认真，自己亲力亲为，让我觉得很敬佩。辛苦了。嗨嗨，早！哇，姐好帅哦，好酷啊，今天。那当我来了。哎，我戴那个这个，超爱上班，可不可爱？缺乏头部主播，测评一下，测评一下，用一下。我们去复盘一下昨天的工作，可以啊。各位领导好，同事好，我们先看一下哈，现在目前我们直播部整改方案的这一飞冲天，一举成名，谢谢大家。戚薇晋升为直播部总监职位。你玩我呢？怎么了？啊？所以没事儿是吗，吴哥？最后再跟你们说一遍，技术部不能随便进。要知道我们直播部是背 KPI 的，你不要这场藏着。我也是那么想，就在这。怎么了？别在这走！你们谁？啊，我知道了，甩手，这边。换夜蝶，他是康乐吗？真牛！听说这个糖如果是飘了两个小时的话，不可能不化。对。有没有可能这三起凶杀都是戴明指使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戴明的复仇计划。我知道置我于死地的一个证据在陈拉拉和康乐手上，我也要找到他，他们可以各取所需，完成报仇和拿回莫依兰这两件事情。我们看一下有哪些东西是现在目前还没有解决需要去解决的事情啊。四面窗户，丽姐，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现在需要去验证的一件事情就是拉链的衣服。太高光了，这个绝了，七哥。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七哥自己超爱上班，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有七哥在，我们五个人都非常的爱上班，凝聚起来了。没有七。让我们下次不上班了哈，再对。
辛苦辛苦啊。我不会。不会吧？别这样。这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我的天哪。不会吧。谁呀、啊？社长，喂，喂，是好好不连线吗？啊，对，不是社长，不是，我在。啊？啊？什么声音？女生的声音。女生。